生中，十普菩萨寄诵第三首看起，世尊往昔修诸恨，今于百千无量劫，一切佛刹皆庄严，出现无碍如虚空。我们在长行里面看到啊，第三位菩萨了，是普光四字床，他所修习的法门是修习菩萨福德庄严，出生一切佛国度。那么在偈颂里面，虽然是圆融的，与菩萨修行呢有密切的关系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学习的要学菩萨的福德庄严，要有耐心，要有广大心去学习啊。世尊为我们做了榜样啊，往昔修诸恨啊，六度万恨啊，没有一个法门呢他不学习啊。正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无量法门要很长的时间，今于百千无量劫啊，一百个无量劫，一千个无量劫啊，百千无量劫，形容时间之长。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，修学佛法一定是先断烦恼后学法门，烦恼要不断，学什么法门都变成烦恼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烦恼断了之后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成就功德，不一样啊。断烦恼是德行，学法门是成就圆满的厚德智，成就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成就善巧方便。德行是根基啊，同学们要特别留意啊，我们德行这一门怎么个修法呢？啊，具体而言，我劝同学们学十善业道，沙弥略依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从这三门功课里面奠定你德行的基础。
这三门功课要真正的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这才成功啊。这是德行奠了基础了。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广学多闻呢？一定要智慧先前。啊，诸位同学要晓得，我刚才讲的这三门功课，戒成就，定没成就啊。以这个做基础了，进一步修定。啊，定是怎么修法呢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这个是用现代化来说，一般知识分子修定的方法了。啊，我们的心呢，先定于一。啊，我们研究经教也是修定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反复的去读诵，反复的去讨论，反复的去讲解。古大德有一生讲弥陀经300多遍，那就是我们的例子榜样啊。啊，他不讲别的经，专讲一部，他心是定的。没有杂念呢，没有分别。到什么时候智慧开了，豁然大悟啊。宗门常说悟后起修，悟后修什么呢？广学多闻。啊，为什么要广学多闻？要学佛一样广度众生，众生根性千差万别，一个法门只能度这一类的众生。啊，这一类呀，大概是善根福德相同的，你能帮得上吗？如果善根福德不相同的，你就帮不上忙了。啊，所以法门不能不广修，啊，但是一定要知道，成就三昧之后，那我们修净土宗的话，来说，功夫成片，智慧没开，事业心不乱。智慧也没开，啊，功夫成片是决定不能涉猎其他方面，一涉猎了你就乱了，恐怕这一生往生净土就成了障碍了。到事业心不乱呢，可以多学一点法门，不能广学。为什么呢？你虽然有定，智慧没开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想多学几步可以，不能太多，太多了也变成障碍。而且选修的
这个课程一定给我们主修的课程有帮助的啊，能够辅助我们主修的这个课程，行，选他来做助修啊。如果到理心不乱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时候所有一切法门都可以修修，没有障碍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成就了根本智啊。这个时候六根所接触一切境界都是成就后的智，全是无量功德啊，没有障碍，没有过失。华严经到幕后，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呐、啊，他的戒定慧三学是在文殊菩萨会下成就的，啊，智慧一开，文殊菩萨就劝他参学去了。参学什么意思呢？广学多闻，智慧没有开啊，你只有戒有定还没有慧啊，不可以离开老师啊。这个时候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自古以来佛佛道同啊，没有例外的啊。啊，稀有的那些天才人物，你要知道，过去生中戒定慧快要圆满了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那个善根福德无比的深厚啊。像慧能大师这种人呢、啊，轻轻一接触，他就开悟了。不是凡人呐、啊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根性。人贵自知之明啊，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他最可贵的自己知道自己啊是什么根性啊，用佛法说什么样的善根，什么样的福德，什么样的因缘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才能善用他的善根，善用他的修学环境。修学环境是属于福德。在这个里面成就自己啊。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。就是成就佛法。怎么说呢？自己是佛法的形象嘛，成就自己，自己这个形象代表佛法，总是一切时一切处把佛法的教诲落实在自己身心之中，用自己身心表现出来。佛法在哪里？大乘在哪里？无上甚深微妙法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形象，就在这样的起心动念。这就是建立道场，
这就是庄严佛刹了。啊，那个身就是道场啊，啊，就是佛刹了。居住的地方就是道场，就是佛刹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心清净则身清净，身心清净呢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啊，境界就清净了，这叫庄严佛国土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是功德呢？心清净是功德，身清净是功德，啊，国土清净是功德，心转境界。这是修佛境界转心，那是修魔，不是修佛啊。魔是凡夫，心被外头境界转，诸佛菩萨不然。楞严经上讲，若能转境呢，则通如来。啊，佛菩萨了，是心转境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境界受我的心影响，我不受境界影响。啊，你。一切诸佛正遍之海都从心想生，这个大道理如果我们懂得了，菩提道上的障碍啊少了，纵有自然你能够突破。从心想生嘛，我们的容貌，我们的身体，你要晓得从心想生呐，我们的命运啊，一生的富贵穷通也是从心想生的，这个大道理，这根本的道理，你果然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改造自己命运呢，轻而易举之事啊，哪有那么难呢？啊，用不着去看相、算命啊，看风水，不需要啊。心转了，菩萨的心，此地十菩菩萨都是等觉菩萨，心是虚空法界，身是刹土众生呐，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呢？哪里还会有欠缺呢？不如这个境界，你就被境界所转。啊，境界里面有人事境界，有物质境界，这两种境界都影响你呀。你怎么能出得了三界？
你怎么能修成正果？修成正果，最低的正果，须陀洹果。啊，菩萨初心位里头，这个果，你都没办法证得。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耐心，不要去计算时间，把时间忘掉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认真努力去修行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念头全是错误的呀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没有念头啊。如果说有念头呢，我们叫正念。啊，什么叫正念呢？真正的正念是无念。引申的正念，利益一切众生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利益一切众生，绝对没有一念是利益自己。这个念头是真念的，这个行为真行的。啊，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所以一切佛刹皆庄严。啊，一切佛刹这个意思一定要清楚，出现无碍如虚空。啊，出现是示现啊，无碍是自在啊，虚空是不染着啊。啊，做种种示现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那是真实功德，为什么呢？全归到心德，有丝毫沾染。哎呀，我做了好事了。把功德就变成福德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会得三界有漏的福报。这个得的很小啊。如果一尘不染呢，哦，那你得的佛就大了。什么佛呢？你自信里头的般若智慧越来越大。啊，自信本具的德能越透越多。自信里头本具的相好啊，那个相貌越来越好，身体越来越健康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心了。没有心，诸位要晓得，完全回归自然了，自然才是最健康的。啊，有人说的是天人合一了。啊，天是天然的，你这个人呢跟天然合一了。也就是我在讲习里头常讲的，我们心跟虚空法界合一了。心就是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就是我的心。身呢跟刹土众生合一了。哪里还会生病呢？
不但病没有了，生死没有了，了生死啊，超十法界。这些菩萨们，前面我们念的是杂神众们，他们都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不是做不到啊，不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不肯放下自私自利，不肯放下贪嗔痴慢，那这就没法子了。这个事情佛帮不上忙，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，总得要靠自己，自己真正觉悟。所以出现无碍如虚空这句话重要啊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染着，我们的心才能恢复到清净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心是清是净的，心是空的，本来无一物。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不起作用的时候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可真难啊，你要做到了你就是化身菩萨了，你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，那在我们现前怎么办呢？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没有事情的时候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有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充满智慧啊，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本来无一物，但是把本来无一物啊换成一句阿弥陀行啊，这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 啊可是有些人讲，我是啊，我是在那念佛，念念的忘记了，佛就没有了。这是初学的人一定有的现象，你不要害怕。这叫什么？叫失念，你这个念头失掉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把抓回来啊，抓回来又会失掉啊，再抓回来，你只不断用这个功夫，慢慢的时候你就能守得住了啊，不要害怕，每一个人都从这个地方经过来的啊，诸佛如来成佛也是这些方法锻炼出来的啊，所以要有耐心的，经于百千无量界 啊要有长远心啊，有恒心有毅力，不怕生念，也不怕杂念起啊，根本就不要理会它啊，万一有杂念，我们佛号可以跟杂念夹杂在一起，这个时候专注佛号，不理会杂念，那么杂念渐渐就少了，佛号啊渐渐就得力了，这叫做功夫啊，真功夫啊，非常重要。所说这些方法就是顺于戒律，一心一意去做就是顺于修定果然功夫到家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所以戒定慧三学
是总原则，是总纲领。这些方法都是善巧方便了。善巧方便不离总原则、总纲领。啊，善巧方便就是总原则、总纲领修学的手段。手段太多了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你要有耐心就成功了，没有耐心，常常更换，很难成就。啊，初学的时候是要摸索一阵子，啊，摸索到最后，一定要下定决心，一门深入。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，啊，遇到一位老居士，学佛多年呢，那是我们的老前辈呀。啊，他涉猎的法门很多。啊，学教、学禅、学密，啊，也学净土。有一年我在南部讲经遇到他，他80多岁了，来告诉我，哎，都是净空法师，现在我才晓得啊，我过去学的那个禅跟密呀，都用不上力了。现在我专修净土，每一天念30000声佛号。哦，我说难得。他说我现在一切都放下了。我说你怎么念法？他每一天在外面进行。啊，他住在乡下，年岁大了，住乡下比较合适。啊，在乡下这个野外啊，每一天散步，走30000步，一步一声佛号。我说好，他运动量也够了。80多岁的老人，身体健康，满面红光，我看他正欢喜。他说：“我现在一生所学的全都放下了，知道不管用。”啊，老实念佛，正回头过来了，难得了。啊，这个都是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啊，到时候走的那些路小的不通了，他回来，老实念佛求增进土。啊，他念佛这个方法，值得我们年老的人效法。啊，走路精神。啊，万一我们在这个都市里面没有散步的这个环境，家里头也行啊。哎，在家里面客厅里面绕佛，啊，也很好。啊，大概啊，我们预先这个绕佛的时候可以记时间。啊，半个小时，走多少步，你就能够啊算得出来了。如果要走30000步，需要几个小时。啊，上午用几个小时，下午用几个小时。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啊，我看到那个老居士的时候，啊，他告诉我80多岁，满面红光，音声洪亮。哎，才晓得身心清净的运动量也够了。
心清净了，身活动啊！念佛法门，在运动上面来讲呢，最重视精行，就是三步念佛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叫三步念佛，在佛门里面呢，叫打佛七当中绕佛。啊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啊，走路不快不慢，稳稳重重的，一步一步的走。啊，一步一声佛号。再看下面这首啊，第四首，佛神通力无限量，充满无边一切界，假使精于无量界，念念观察无疲。我们在这首偈颂里面重要的还是要学耐心。金刚经上佛讲得好，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，忍耐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功夫，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，不但不能成就，容易堕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知不觉之间呢，造罪业。造作罪业，没有不受果报的呀。造的时候啊，无知啊，或有意，或无意。特别是修行人，在道场，同修与同修之间，同学与同学之间，啊，出家与在家之间，哪里会有一切都称心如意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佛在世示现也没有这种现象啊。总要记住古人常讲的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总要晓得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十分之八九。你要没有耐心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放在嘴上，你就造无量无边罪业。啊，学佛，学什么？学忍耐。啊，你看看一部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讲六波罗蜜，讲的最多的，不施忍辱。这两条讲的最多啊，为什么？布施是积功累德了，是你在修善呢，修集一些善法了，忍辱才是真正成就。你要不能忍，你所修的那个功德了，都失掉了。心里不高兴，又成恚，不叫火烧功德林吗？你的功德全烧光了。所以，
一切法得成于忍啊。那个一切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所以修行修什么，你要懂得菩萨的纲领这六条，学布施啊，修布施，修学受法，持戒就受法啊，修忍辱，求进步，啊，禅定就是修有主宰，心里头有主宰，学智慧，你不能颠倒啊！啊，颠倒是什么呢？布施变成自私自利，持戒变成了恶业，啊，造作恶业；忍辱变成了成慧，精进变成懈怠，禅定变成散乱，般若变成愚痴，是不是？颠倒，颠倒就是你学的，是六波罗蜜的对面那一边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学兼贪呐，学恶业啊，你在学贪嗔痴啊。你的贪嗔痴天天在增长啊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所以修行修的是什么不知道，成就的是什么也不晓得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接触过经教嘛，没有人教嘛，情有可原呐。如果天天在听经，天天在学教，甚至你现在发心参加培训班，你要发心学讲经，你所修的还是颠倒。不是六波罗蜜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还是兼贪，还是恶业，还是嗔恚，还是散乱，还是愚痴。你全搞错了啊！佛教菩萨了，不是别的，众生无量无边，我的习气毛病归纳起来最严重的就是这六条啊，所以佛下的这个六副药啊，用布施对治兼贪呐，啊，兼是吝啬小气啊，自己有舍不得拿出去，这是坚令啊，坚令是属于贪心所啊。
啊，自己有的不能布施，这叫坚；自己没有的还想贪得，那是贪。布施是对这个毛病的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病根。持戒是度恶业的，对治恶业。人不守规矩，不守法度，是所有一切恶的根源。佛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啊。忍辱是对嗔恚的，心里不高兴，没有露在表面上叫恚，化作在表面上叫嗔，不高兴表现在面孔上，表现在言语态度上，嗔呐。我讲一些人有涵养，心里虽然不高兴，但是外面不露声色，那叫恚。佛用忍辱这个方法来对治啊。懈怠是大毛病，放逸懈怠懒惰，佛用精进来对治。心里面散乱，佛用禅定来对治；愚痴用智慧来对治。这是菩萨行里头六大纲领。你修的是什么？早晚课的时候多检点检点，多反省反省。我这一天不要说用功过歌了，就是用六波罗蜜来反省，我今天有没有真修行呢？有没有懂得佛的教诲？有没有依教奉行？有没有啊？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，我做出样子给大家看。我做的什么样子？自私自利的样子。不守规矩的样子。现在人喜欢搞特权了，特权的不守规矩啊！不守常规啊！你要不反省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我今天这一天是不是在修行？如果这一天没有在修行，你这一天空过了。在修行上讲呢，你是空过了。在造业上讲呢，你今天又多造了些业了。你造业是天天在加深呢。修行真空过了。这些事如果认真去说，麻烦真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挂名做佛弟子了，你在家你受了三规，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你是在家佛弟子，那出家了那更麻烦了。你是佛的形象，
人家一看佛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佛弟子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把佛法形象破坏了。破坏佛教形象比破活活僧还要严重，破活活僧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破坏佛教形象，让人家不敢信佛，让人家对佛法怀疑，让人家对学佛退心，是因为我的形象不好啊。你说这个罪有多重？所以同学们一定晓得，在家学佛要做在家学佛的好榜样，出家学佛要做出家人的好榜样。这是功德，这是福德，着相是福德，不着相是功德。在家学佛头一条，一家和睦啊，你要主导，你要带动啊，这一个家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一团和气啊，要把你所学的落实到你家庭，你家庭是个圆满幸福的家庭，让其他家庭看到对你羡慕啊！啊，个人是一切人的好榜样。你在社会上经营各种营生事业，啊，你在事业同行是你同行的好榜样。为什么呢？佛法落实在你这个行业嘛，啊，你当老板，你学佛了，菩萨了，你会把你的所有员工，啊，看待什么呢？是你得度的众生。你度众生，先度他们呐。你每天跟他们在一起，啊，布施，啊，持戒，啊，忍辱精进，就在这里就兑现了。啊，普贤菩萨讲的，啊，礼敬赞叹供养啊，也在这兑现了。他们就是你布施供养的对象啊，他们就是你修忍辱波罗蜜的增上缘呐。所以三学六合六度通通派上用场了啊，在家庭派上用场了啊，事业上派上用场了，处事待人接物应酬上也派上用场了。佛法何学何用啊，学了马上就用处，你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活招牌啊，好形象啊，让社会大众看到对你尊敬仰慕，发心向你学习，这就是充满无边，一切皆是实啊，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。啊，假使精于无量劫，念念观察无疲焉。学佛菩萨啊，观察佛的神通境界，没有迷惑啊。佛的神通力展现在净虚空变化界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身上。无疑不是佛的神通实现的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啊！啊，学佛的人是我一个，除我一个之外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全是善友，全是善知识。啊，不管他表现是正面的，是反面的，正面是叫我学好。反面是叫我反省，不可以作恶啊！所以正面反面全是善知识，全是教导我、成就我。我的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要在这里圆满呐、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